离乡背井，然后落地生根，移民到异乡打拼，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又以离开熟悉的国家的人们感受特别深刻。而是什么事物支撑着这些人呢？我想应该是信仰吧。马来西亚华人为马来西亚的民族之一，在早期漂洋过海来到了马来这个群山之地，也将他们故乡的信仰带了过来。而在历史与文化的巨轮转动之下，时间来到了现代，当年跟着祖先漂洋过来的信仰现今变成怎么样了呢？位于马来西亚西北边的槟城就称为槟榔屿，在数世纪的明朝郑和航海图里就可以见到。而据史书记载，在1745年有三位客家乡亲来此定居开垦，此后华人就在槟城开枝散叶，成为马来西亚境内最多华人的地方。连带的也可以看见，槟城就跟台湾一样，四处都可以看到华人的神明和庙宇。当时吼，因过吼，有诶拢是讲因以前吼，英国啦咧啊咧开发啦吼，啊所以希望讲有寡能力，迄讲叫做苦力啦吼过。啊，所以伊迄时阵吼，伊要过迄边吼，伊无可能讲咱以前讲哦，我住一个啥物新村啦，啥物拢无。啊，所以吼，伊迄个所在，有原是福建人、广东人上济。但是吼，因大发展了吼，有诶吼已经有一个成绩啊吼，啊因得阁转去吼，得阁请新民过。哦，所以吼，伊原来含。含台湾受伤啊，就是因为这种移民社会，伊也有一个迄个精神的信仰核心。既然马来西亚和台湾当初移民的背景一样，那么来到华人最多的槟城啊，就是探访马来西亚华人信仰的入门款了。而且哈，在这里啊，还有一个专门记录华人信仰的安公经网站可以协助。那么第一站就是上网搜寻槟城庙宇排行榜第一名的蛇庙喽。阿成，我们到了。哦，就这里啊。嘿，好，你进去就好。等一下，先给我进去就好。你进去就好，你 OK？ 什么我 OK？ 这是你带我来的，你要进来帮我介绍。好。什么我还行啦？有名的一个庙，很有特色，新的，在台湾你应该找不到，在台湾找不到。哎，这公斤呢？哦，我伫台湾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蛇的一个形状。因为咱通常它这个形式啊，那拢是狼形的，都是以龙的造型。哎，这是蛇呢？狼蛇他们。啊，我现在这是狼蛇哈。嗯，今年起码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帮我们一下。老师，拜托你。老师你好，老师你好，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恁家那有这狼蛇哈？这是槟城的特色，它每年只出动一次，就是农历新年蛇庙的庙会。哎，那我现在可以开看吗？你可以，我看啊。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对。脚步基本上应该不会跟舞龙一样，它比较简单。脚步，它的脚步是怎样比较简单？就是舞龙这样走，就是上下左右，上下左右啊，上下左右，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吐气，那个也舌头，对，然后左脚啊，你会怕吗？没有吐气，你卖卵了？你看，你看那个舌头还可以这样动来动嘞。啊，我想这间庙爱用这些狼爪呢。这是蛇，就是蛇庙的主神的宠物。主神的宠物，对，叫你多加。是啊，这是最大只啊。你要别的 size 啊，别的尺寸吗？还有别的 size？ 有。在哪里？有特小，有中，有都有。来，哦，在这里哦。真的有一个小蛇，这个是模型嘛？的，这是装饰品的不？啊，这真的，真的有体温的，你吗？真的假的？你摸摸看，摸摸看啦，你摸啦，你摸啦，你可以摸这，我摸后面，来，摸我，真的，我摸摸看，你讲这是什么爪？青龙蛇啊，青龙蛇通常是有毒的吗？有，老师有毒，有先性。
仙气不伤人。下面一属下面可能受香火多了吧。所以第一属鸡公他都一直在这个庙吗？对，他也没有没有伤人，他没有做一个护栏什么的吗？没有，不用。他们不会乱跑吗？他跑动的时候你看不到，晚上。因为蛇是夜行性动物，对，白天它就是这样，白天它就是静静的休息，好像在对修行的。啊，那如果我穿黑色的，他会不会觉得现在是晚上，然后就开始？不会啦，不会啊，还是你要试试看。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吗？轻轻的，轻轻的，柔柔的，柔柔的，哎，慢慢哦。我要它好像不要起来了，因为它勾住了。哎，是啊。来。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让我抱你一下哦，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哦。好好，你不要卷啊，你不要卷，够了，出来，你不要卷啊。好，来，可以，好，慢慢的哈，可以。其实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头有没有是三角的？因为通常啊哈，这是基本常识，就是三角的通常都是有毒的蛇，对吧？所以老师是。是他头上为什么会有這個？你不要这么客气，你可以过去一点。老师是有点怕的意思吗？怕。好吧。老师也会怕，对不对？啊，你坐。谢谢。啊，奇怪嘞，为什么大家都怕神？刚好我不怕。所以只有他们就庙里就这一只当代表这样子，对不对？还有啊。还有哪里？你往上看。那你叫你怎家？哇。上面那个是都真的吗？真的。那个可以拿吗？可以啊，你爬上去。不要触摸树上的青龙蛇，有毒。老师要陷害你。老师，你我刚刚你这样子根本在陷害我。各位神仙大帝，你若上网吼搜寻冰城的庙宇啊，这个蛇庙吼绝对是出现上多的推荐啦。真侪啊，在地人或者是游客吼，除了来这拜神以外，来甲这蛇做朋友，嘛是重点之一咯。工作人员，麻烦。哇塞！哎，慢一点点而已。吼吼！一点。哎，老师，你这刚真正是病吗？真的慢一点点而已吗？不是动物园吗？不会啦。来，这些都是吉祥物哎。来比较一下，多大有没有？你有被蛇劈过吗？讲不出话。好了，我拯救你。再拯救你。你很怕蛇哦？不怕，你小时候被蛇吓过。OK。所以怎么那一阵特别？哇，这样，感觉如何？感觉还蛮可爱的啊，对呀，比这个可爱多，因为我刚刚这有毒，而且老师啊，哇，会这样哦，尤其他们头上为什么都有红红的这样子？这就代表它是庙的蛇，哦，庙的蛇，所以比如说比较安全一点，对，哦，旅客嘛就会懂得分别，哎，红色的就是代表在庙的，不是野生的，对对。因为庙的不伤人，都清楚。老师共委他们可能因为随着这里的这个庙，然后来去修行，所以它算是有仙性、有灵性的，所以比较不会像野生动物那么乱攻击的。对对对。哎，但是今天就特别了，为什么家会有用蛇来去做这些宠物啊？是都几尊神明的？你猜猜看呢？甲蛇有关系，蛇将军啊，我知，是不是先天上的因有蛇骨将军，对吧？我也觉得你一定会猜这个啊，不然是很厉害，错错，关公啊！哎呦，哎，啊，那就奇怪了。半仙的吼，我从头壳内资料库啊搜寻一遍，除了先天上帝部将有蛇将军以外，都找无任何甲蛇有关联的神明啊啦。到底吼，这间千分岩的主神是多一位呢？伊哪有法度吼，和这毒蛇这尼啊听话啊？
想要教的，记得这阵时阵是清水周书雅。哎，清水周书雅在咱台湾是足常咧看的，大家嘛足熟悉的。哎，那阿成考一下你，介绍一下清水祖师爷。哦，其实啊，清水周书雅伊的法号叫做普竺，啊，伊的俗名叫做陈昭义。伊伫咧北宋的时代啊，吼，是咧福建泉州安溪一个清水园来去做一个禅修安尼啦。啊，所以嘛有人合作伊。清水祖师这样，对，伊伫咧伊原籍之后啊，吼，逐渐被民间化，还有道教化，对，所以伫咧安溪遐嘛，成为当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祇这样子，没错啊。不过老师啊，伊这间庙啊，是为当时开始啊。他大约是在16世纪的时候，同样的也是从安溪那边香火起来。所以跟我們的那個有沒有以前的那個神明啊，過歐水到那個斗笠是一樣的，所以都是從以前由我們那個闽南福建一帶的那個祖先那裡把它搬移過來，然後一直流傳到現在，就是不要忘祖的意思哦。這是我們華人厲害的地方，去到哪裡神明就跟著去到哪裡。但是有什麼清水祖師爺來到了檳城之後變成了養蛇人家呢？因為他以前的時候這廟他後面是蛇窝，蛇窝，对，嗯，以前呢，我小时候跟母亲来蛇庙的时候，四处都有蛇，就是说桌子上那个桌子的脚，都会攀着蛇，地上也会有蛇吗？会，所以你走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哇塞，拜来拜拜都要小心翼翼的，就是不要踩到蛇。你看那一个香炉，大的香炉下面，哎，真的有一条蛇嘞！动物也有佛心，它自动会来。对，所以是自己聚集在这里，暗喜。很奇怪的，啊，别的地方又不去，就偏偏要来清水祖师这。所以我们其实马家改尊重，对，来一条，哎，我出来好好玩的。对，所以我们做人不要欺善怕恶。真的，不要主动走啊！比如说毒液被抽出来啊，或者是他比我们小条啊什么，就欺负他。对，对吧？因为是如果哈不注意啊哈，他们可能就会不小心啊，就跑出来了。好不好？这就是要警告大家哈，不要掉以轻心哦。我真的是有备而来，好可爱哦。各位善信大德，让半仙吼来解释马来西亚信仰的现象吼给大家了解啦。这里的华人信仰啊，有佛教、道教跟民间信仰，其中呢祭祀阴神吼是很普遍的事情啦。这是因为啊，先人漂洋过海来到异国打拼啊，人生地不熟，所产生的恐惧啊，自然吼就会疑心生暗鬼了。所以呢，理所当然的就想到阴间的鬼就要由阴间的神明来管理。在马来西亚哈，其实处处可见祭祀城隍爷、大爷伯、二爷伯的庙宇，甚至于啊，在台湾只能在中原普渡见到的大士爷，也是普遍于民间的。而这间青珠寺的机身呢，也据说哈都是大士爷来降临哦。帮忙信徒哦，解决疑难杂症。是啊，来大师。是啥物病情啊？风沙啦，风沙。风沙是啥物？风沙咧，讲一边边边啊，一边边一边麻痹的啦。哦，麻痹。半身不遂。就台湾讲的中风啦，但是大哥，我看你即马规人拢好好诶，是啥物时阵？真紧啊，伊就，是哦，是外久进前完全好诶，头一工你是四个人跟我落来咯，下轮椅咯，啊，但是来讲十七工就可以再经了，了解了解。其实吼，这几百年来啊，住伫咧马来西亚的华人吼，有缘啊，会来找信用。解决身体甲心理的问题啊，翻译出吼，只占30%人口的华人啊，分配到的医疗资源的权利吼是无够的，而且加上话语唔是解会通啦，自然呢，对来寻求信用的支持啦，
这吼是咱伫咧台湾无法度去想象的，嘛是吼因为这个原因啊，才会当来看到马来西亚的同居甲信徒，就好亲像朋友甲亲人共款，共同快乐斗阵，做伙解决问题的现象。即卖请大水来跟咱一同品尝咱的这在台湾的有名的金门高粱。来，阿水跟你讲真，今天我这世人我最不会喝这种红酒了。哎，什么叫做你最不会喝？我已经很久没有喝酒了，好不好？很久没有喝酒，很久没有喝酒了。是天天喝酒，天天醉，天天醉。人你这样讲着了，阿娘我可以把钱归不醉。我呀，当时你看我就我醉啦，阿我勇敢，你人勇敢啊，阿都无敢。勇敢是一地啊，勇敢是人啊。是，你恁人倒啊，你看会着啊。阿伯倒你看袂着啦，阿家你看会着就了啦。所以大水嘛是醉就对啊。醉啦，你看袂着啦。来，所以咱真的会使感受着讲吼，其实吼，咱马来西亚遮的神明啊，拢就亲民的。我觉得不管神明跟人，还是神明跟神明，还是讲人跟人，其实拢爱保持这样的一个尊重的。要像朋友一样啊，不能说啊高高在上，因为高高在上就会有距离感。好，各地习俗都没有正统，只有传统，这是他们从以前流传下来的方式。我们来这里看，哇，很惊讶，可是也很尊重，融入在一起，就等于不同的种族啦，不同的环境出生的人啦，应该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互相包容，也不要歧视，也不要排斥，这样子。够卡够皮达，开杠姐，怎样？能卖零吗？哎，卖零嘛，我开杠就好，差不多。来自同一地区的祖先，来自同一地区的信仰，在不同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下。演变出不同的信仰生活，但将眼光放远，格局放大，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这些都是好的学习和借鉴。毕竟，信仰的本质都是劝人向善，赋予正向，不必要狭隘的区分这里和那里。所以，各位神仙在顶，宝岛民宿不能断。新城泽林声很大，下礼拜欢迎您再个登来本江镇敬贺。